潮哦，他是换了一个大饵，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呢，就钓起了这只长 2.13 公尺的鲨鱼。男子索性把这个钓鱼竿呢丢到了一旁，徒手跟这只鲨鱼对抗，但是最后还是将这只鲨鱼呢放回大海。男子表示啊，跟鲨鱼搏斗是他最大的兴趣。每个新娘都